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其中人工智慧的发展更是让许多新科技如虎添翼。4月27号，台电公司综合研究所举办了 AI 技术与电力系统营运之应用与挑战论坛，请来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分享 AI 的尖端技术是如何应用在电能管理的领域。事实上，我们在20几年前已经有人工智慧了，但是真正的爆发是前年的这个我们深蓝的电脑打败这个全世界第一的棋手。所以去年在那个会之后呢，有大家可以听到一系列的人工智慧的一些名词跟议题，大家一直在讲。那真正启动这个人工智慧在产业的应用，或者是人工智慧本身变成一个产业呢，应该是从今年开始。所以今年可以说是人工智慧在台湾的元年。在资讯科技的领域，人工智慧已经行之有年，但如何将这个技术与电力系统结合并进行营运的优化转型，则需要更多的研究及落实。过去台电也曾经在电厂应用 AI 技术，但如果要做大规模的整合，还需要汲取各界先进的宝贵经验。我想经过这30几年的演变，我想AI 的这个技术真的非常的成熟。在电力这个领域说实在，我们也一直希望说，这 AI 这个专家系统能够应用在我们电力系统。那我想，电力系统用 AI， 可能我们电力公司本身没有很投入在这研发单位。那我想今天这个机会我想在发电的领域，我相信也有很多。集结各国学者的分享与讨论，我们知道了以目前的电力系统在尖端科技的应用领域还有很长的路可以继续努力。台电公司台北报道。